你给我打我家老庞！我说过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的家人。 Dòng gừng không lấy em lấy chồng xa, chồng xa em khó mà hợp về. Qua trong hí khá chiếu khoản.记得你的捧西衫，你若想着我，就提起来挂。你就要嫁去远远，去过着新的生活。希望你今后的幸福有一牛车。我就要做人。心腹做人的妈妈，你对我的定义，我一定拢知影。我嘛永远是你心爱的查某仔，我嘛会将你的爱传予我的囡仔。请喝茶，谢谢。哈米，请喝茶。嗯，谢谢。姐姐有没有把茶道课所学的东西用在家里啊？我跟她说哦，在家里哦，方便就好了，不用那么讲究了。是啊，搞刚娘啦。公公婆婆。那很起真啊，嗯，我公婆辛苦工作维持一整个家，让我在家闲着，不用烦恼生活。啊，可是我看起真的能力很好，应该可以出去工作，帮家里才对吧？啊，出去哦，赚唔下钱啦，把家里顾好比较重要。可是以前起真有跟我说过，他想出去工作历练历练。是很想，但是还是要让公婆放心最重要。可是会不放心吗？启真每个星期都准时到学校，既认真又负责，而且又算是个模范生。是啊，很优秀呢。是讲无什么不放心的啦。最近啊，我嘛在想啊，阮两个老的。也要退休了啦，无就让启真啊出去试试看啦。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哎，啊，你真的要让启真去吃这个苦哦？没有关系，我愿意。没有这个必要啦，我跟你保证了，你做一个礼拜你就做不下去的啦。人啊，要在福中知福啦。相信我们给你的安排啦。我刚刚在里面，不知道会不会说太多了。我也觉得我说太多了。啊，不过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有啥物话我嘛挡袂住。不晓得我说的那些话，会不会让启真难做呢？就希望启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化解了。走吧。哎，阿你拄只那杨员工，要让伊出去吃头路啊？
阮就要退休啊啦。虽然讲吼，这退休金是够用啦，但是吼，互伊出去外口工作吼，对伊家己、对小区的将来，嘛是真好的安排啊。我已经帮伊吼，逐礼拜去租地上课安尼。帮伊，像你安尼讲哦，无输在作家放风咧。你若安尼讲，我咧是保护伊。讲是讲保护啦，意思哦，是你搞操烦啦。要哪有法度无操？顶头无钱，伊捌真实去买机票，要转去广东的后头。迄是以前啦，即马袂啊啦。你也知？即马吼，实际哦，拿钱也熬头厝啦，啊，这师姐吼、哦。就像伊个妈妈同款啦，嘿，伊即马吼精神有寄托，啊有话吼会通对人讲，袂啊啦。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刚才师姑来提醒了我，偶尔也要在家练茶道。可是这，我不怕天公作。这是练心。你茶道是练什么心啊？哇，有在去煮粿，有听到啦。要练三种心啦，一种哦就是沟通的心啦，然后安静的心、忍耐的心啦。爸，请喝茶。谢谢啊。妈。请喝茶，谢谢。启真，启真，快去换衣服。什么事啊，大姐？干妈说了，她说要让你试试去她工厂上班。啊，她要让你工作了。而且啊，他就是你的领班，天天看着你，怎么又让他放心呢？快快去换衣服。来，妈妈，好了。记得奶霜吗？他拼命工作存钱，在好几年后，终于能够开着他自己买的二手车，把他日夜思念的两个孩子接回家了。两个孩子哦，已经长大很多很多，但他跟先生老庞依然是……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新屋子啊已经租好了，是你爸不肯搬过去住，所以啊，我就带你们两个来这边看看他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老得不像样啊！他可没力气打我们了、啊。好了，下车吧，我们去看看。来，老庞，老庞，哇，你是有存嘞！妈，你电视机、电冰箱哦？是啊，妈自个赚钱买齐啦。怎么这冰箱不冷啊？你爸他舍不得用电，就把冰箱啊当做食物储藏柜，这样也好了。这样子啊，菜永远新鲜不过夜。你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能活到现在。爸呢？应该在菜园吧。菜园，菜园，菜园还在。叫什么？连叫声爸都要让你妈提醒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蠢物。你该怎么下马威啊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孩子能不陌生吗？妈，你怎么是不去新家了？
要走就赶快走，我这屋子里人多很写得烦啊。嗯，你怎么发生了什么？爸爸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哎，还有，走的时候请把这个电视机的盒子给我搬走。它放着我就吵死了，我就讨厌这个盒子。我真的快被你气死了。喜欢你们的房间吗？喜欢，这才像个家嘛。就两间房吗？够用了，你爸不肯过来住，咱们就自己过。你终于脱离他了。妈，你七八年没回去，有个问题大家一直摸不清楚的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能够忍他那么久？都这么多年了，我算是了解他了。你爸老了，比较固执，但他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。每天早上，他就是种种菜、扫地、洗衣服，到下午啊，就看《三国演义》、看字典。晚上，如果他想你们了，他就会写信到总统府陈情。他不写信给我们，写信给领导人。他想要说服政府改变政策，让你们早点过来啊。可是我们来，他把我们赶出去，啊，这怎么说？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，脾气糟透了，怎么都改不了。有时候啊，真的是气得叫人吐血。不气不气，以后我们兄弟俩让你靠了、啊。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把电视接上，看看台湾什么节目吧。嗯。等一下，我饺子做好了以后，你们先吃，我给他送一点过去。谁？爸爸怎么本色啊？是不是又有人偷菜了？老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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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厕所吗？我给你带了饺子。哪儿不能睡啊？没电视机吗？要电视机干什么？看了会长块肉啊。哦，那是厨房。那冰箱呢？冰箱费电没有。你不用存一点吃的吗？存什么存呢、啊、吃一餐做一餐，新鲜不过夜。你到台湾就这样过日子啊？对啊，我这辈子存了四十年的钱送回大陆，然后全都被坑光了。哎，错了，有这么一个窝，你知足吧。唐伯豪，下来下来。这么烂的房子我不住。不住？滚！现在就跟你妈回福州去种橘子去。好了，我们先将就一点，以后需要什么再慢慢添、不添，还添什么东西啊？我钱什么都花
花光了。你不是还有退休金吗？退休金一年才11万，台湾的东西样样贵，我买不起呀。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什么叫怎么办啊？后面有块地，自个儿种菜时过日子。我去尿尿。哦，在后头白颜色的门是厕所，啊，不要走错。冯恩先生，你又来查我了。你看，我还是没去工作嘛，我就种种菜，也没拿去卖。不是为了这个，是为了你那两个孩子。我孩子怎么了？他们不能留在台湾读书。什么？老庞是台湾人哎，他们两兄弟不能留在这边读书吗？因为他们没有在台湾出生，所以没有台湾的学籍。这是政策的关系啊。你是说我们得要送他们回去啊？老庞啊，我们走了以后你就不要再这么省了。虽然你不富有，买几个东西的钱也是有的，至少买一台电视机可以陪你说说话，省得你寂寞，把你的脾气啊憋得越来越古怪。你们走你们的，管我寂不寂寞，你们走了我才好。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，钱是我自己一个人用，我也不要让你们天天在这里烦着我，让我心烦。你真的就是没一句好话是不是？要听好话请你到教堂去听，可以吧？我这是不会有好话。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，又老又坏又凶。啊，老婆，老婆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。哎，你怎么了吗？你在这边等一下，我去找公安。啊，你撑着点呐、啊！这其实真的里面真的有。公安先生啊，刚在外面遇到医生，说报告出来了，是心血管的问题。目前生命没有什么大碍，等一下他就会过来跟你们解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家老头年纪虽大，但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啊。可能是你们要回去了，他舍不得吧。不可能啊，庞先生对家人蛮好的，听附近的邻居说他蛮照顾大陆的家人呢。那倒是。哎，他刚去大陆的时候啊，每天只吃一餐呢，就吃酒店免费供应的那一顿早餐，节俭的不得了，倒是很大方的拿美金给他弟弟娶媳妇，给妹妹盖房子，大家都以为他在台湾过得有多好，谁知道住的是一个连隔间都没有的小木屋。像我们冈山啊，老兵很多，在台湾省吃俭用，一回去大陆啊就变成生的老公公了，要什么给什么。也有人啊，在台湾打了一辈子光棍，一回去就娶个老婆，将来给他送终。这像老庞这样的老头，台湾女人怎么肯嫁？就算是在我们那边也嫌他老啊。我是因为一直住在我弟弟家，我弟弟跟他老婆每次都一直笑我，说我嫁不出去，快30了还没有人要，所以啊，老庞一拖没人来收我的时候，我就立刻打眼自求离开。我妈妈因为这件事情哭了好久好久，从此都不跟我说话了。我脾气也很硬，
不理我就算了，反正我就跟老婆，就跟娘家断了关系。那你带孩子回去以后要怎么办啊？走一步算一步咯，反正我能吃苦，饿不死啦。那你现在照顾彭先生，不然我先带你两个孩子回去派出所休息，等你忙完回去再接他们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不客气了，不过哦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哦，要记得打119了，叫救护车。什么119？我家连电话都没有呢。以后再有这种事啊，老彭，他只能自己救自己了。那我先忙了。谢谢，再见了。臭脾气，活该。老彭，老彭可别死啊。送到这儿来的，这要花多少钱呢？你就安心躺着吧，命没了，有钱也没用了。我也只不过是神经疼啊，哪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呢？你都痛到倒下去了，我哪里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两个孩子，孩子呢？公安帮我们照顾着呢。哎，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们这儿叫警察，还学不会？也不用学了啦，都要回去了。不回去啊，回去吧。那个公安警察说你是因为舍不得我们才病的。胡说八道。就是嘛，我就说不可能。我给你们呢，准备了一笔钱，你带回去，省着点用啊，可以撑个半年吧。钱给我们带走了，那你花什么？我学什么？用什么？我不需要，我没地方可以花钱。孩子大了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好好的带，虽然是有点疲厌，但是他们还是挺护着你。等他们长大了，他就是你的靠山。老彭，你不要说这些嘛，像讲爷爷似的，我不爱听。你们走了，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我都活到这把年龄了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把它当成最后一次。不知道谁给你。
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庞仲年先生的家属吗？啊，我是。什么？哪一家医院？护士小姐，我今天接到你们的电话，说我先生在医院，他叫庞仲年。有。那他怎么了？他被人打昏了，在救护车送来。好啊。哎，兰兰。你们好好休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想回家，我怎么记不起你电话号码了？来，是谁把你搞成这个样子的？就是春宝那家伙。是不是你先招惹人家？胡说！我们家后院那萝卜都已经长熟了。我是在想，能不能等孩子回来一起拔着，趁着新鲜，然后给他们吃。没想到我到后院去就发现珍宝在那偷我们萝卜，我就把他骂了一顿，然后他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我打了一顿。可恶！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千万不要啊，他是个土流氓啊。土流氓也不能欺负我家人。张春宝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要打我家老庞？我有件丧单在这里，如果你不讲清楚的话，我就不走。打听打听一下我是谁，不要自找麻烦呐！打听打听一下我老大是谁啊，不要自找麻烦啊！镇上的人都怕你们两个，可是我就不怕。我周乃松见过很多坏人，不差你们两个。小杂毛，闪开！闪开！说你闪开！我你闪开！你啦！我闪开！我带正常，我会干活。轻一点，运气好。你不要小看女人，我说过了。今天你不给我一个公道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周乃松什么没有，就是多的是时间跟你耗。你听好了，从小我上山种菜，从这边到山上要六里，我一天可以来回走六趟，也就是你们说的30公里，没有人载得过我。我大儿子快要出生的时候，我还在山上种菜。那个时候我打算，如果忽然生了，那我就用布包一包把他带下山。有几个女人能这样？后来我又超生了，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关我，我进牢房的次数还比你多吧？这一次是你偷拔老庞的萝卜，他还打人，是你理亏。如果你先不给我说清楚的话，我就告你告到底。哎，是没有被修理过，不知道痛啊！哦，我有过两次脑震荡，一次骨折。我的眼睛差一点瞎掉，我就算死了，我也会从棺材爬出来跟你要回我的公道。我再怎么疯，我也
知道台湾是个敬老尊贤的地方。我家老庞虽然不贤德，对他可能还骂了你，可是再怎么说，他是一个年龄比你大四倍的人，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呀。你一个老人，你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手啊？现在来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老庞要你赔10万，我不差你的钱，或者要你1块钱，跟你真心诚意的道歉。如果你再跟我过不去，那就要我烂命一条，我不要。但是后面会有警察追着你，我的两个儿子也不会饶过你，到时候你下半辈子都不会好过的，知道吗？是为了两颗白萝卜。真的只要1块钱？我还要你真心诚意的道歉。我道歉了。你看着我。我道歉了。懂得挑软柿子吃，算你识相。我家的桃花也快种好了，想要的话来找我拿，不要再投了。给我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他真心诚意的道歉。这家伙在镇上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，你能够要到这1块钱也是不容易。我说过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们的家人。出医院以后你要不要回来跟我们住？你是真的嫌挤啊？我知道我自个儿的脾气，我那个小木屋我也住惯了，你们去住吧，啊。我会天天送饭过去给你吃，这样咱们就天天能相见了。我讲到，较回事的哦。是啊，经过遐尼侪代志哦，佫嫁予遐尼歹人，起码是虾米拢唔惊，我就佩服伊的。是啊，只要家己不放弃家己哦，就有法度改变家己的人生。阿母，足够的呢。你苹果的酥拢吃完啊？哦，真是要吃完呢。这咖啡嘛啉啊剩一嘴啊。我查某囝的故事，足好听的，对无？对。
好听，啊好食，阁好啉。抱抱呢，我还是被阿婆搞抱抱了。哎呀，好啦，来，抱抱，来。哦。小小哈。好啦，较早回去，唔通搁放冰箱啊，一人伫厝诶食饭啊。呀，你起来哦！
走，就安尼困困啊走，实在足好气的。他死掉了吗？不过在阿嬷心肝内，伊若做永远的活。等，来。阿嬷问你一下，阿嬷讲遐多，你有听到什么？伊皮头毛加短啊。嗯。他说你也可以煮饭。嗯。阿公会帮阿嬷算钱，阿公出家啊，阿嬷有足多查某囝，伊无爱来对无？我一个乖孙嘞，伊哪会这巧啦？对，拢对，拢对。真正要到啊，行，快紧。哇，这个日头实在足好诶，安尼烧火火啦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你们一个一个哦，都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想当初哦，你们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国语都不会说，现在说得越来越好了，真的很开心，你们在台湾哦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也认同这里是你们的娘家。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唱欢迎歌的情景我都还记得哎。我们大家再来唱一遍好不好？好啊，要让你们知道我们这里永远都欢迎你们。来，我们围一个圈圈。预备开始。当我们拍手欢呼迎接你，欢迎你到此地来，你的笑容亲切又可爱，祝你天天都愉快。让我们拍手欢迎接你，欢迎你到此地来，你的笑容亲切又可爱。雌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
它是一把锄头。在近30年以来，这把锄头啃遍了冈山的大街小巷。在1994年，道格台风带来的水患，全冈山35个里有20几个里泡在水里面。从小怕水的瓷童啊，他努力地克服了他自身的这项恐惧，搭着救生艇四处救灾，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凡是有灾难的消息传来，瓷童经常就会出现在第一线当救援。2008年发生四川大地震，瓷童再度出发。他永远记得当初他到达灾区现场的时候，一阵阵尸味扑鼻而来，但是他心中只有两个字，那就是不舍。于是在救灾行动告一段落之后，他依然不断前往四川关怀，帮助许多灾民走出悲痛。现在这些四川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一声瓷童妈，说一句四川话，那就是瓷童妈。此时此刻，这位亲切的瓷童妈依然像个慈爱的母亲一样，奔走在冈山的所有的乡镇跟世界各个角落，开垦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片土壤。